化了，变成好姐妹了啊！对对对，都是闺蜜型的。对，然后你还有什么话去送给大家的都可以。特别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然后这听说你们也真的是为了投票这件事情也真的是挺辛苦的，大家也都是拼了。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然后你们在网上的一些祝福啊，或者是你们做的一些视频啊，其实我都有偷偷看到，但是呢不敢多看，因为你也知道有。我也不太喜欢哭，所以我就知道你们只要大家都很温暖、很团结、很开心，然后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听这个组织的安排，然后就是尤其小姑娘不要这个晚上出去一个人出去很危险，然后希望你们就是能够这个开开心心的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在喜欢我之余不要忘记做自己的事情。嗯，知道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梦给我配合我的音乐。没有，我们这边的萤火虫都很乖啊，都是跟他们都说过了，就是学业什么都不能停，他们都还好啊，也不是说有些也很少有说翘课的什么，然后他们安排好自己。你们喜欢我呢，我很开心。然后你们就是给我就是刷正能量，我也觉得很得意。但是呢，我就更希望你们能有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在从我这边吸收更多的是你们的正能量，是一些可能我们更应该积极向上的东西。对，所以说拥有你们我很开心，我也很满足。这是我们的使命，就是相信你们也。什么都不要打了。陪伴我度过了，就是马上就要十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书写我们下一个十年，那肯定会更精彩，更辉煌。好，谢谢。哦，没事。那个，我们吃一块蛋糕，就是不管，我也希望大家不管再辛苦再怎么样，反正就继续支持丽颖下去，好不好？那个，一直下去，偶尔听听，多听听我话。也没有事，他们还好，都很听话。对，这个蓉蓉也是，确实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所以就是如果说多给点面子，跟着他我都特别的放心，就觉得你们。会这个有什么危险？因为他责任心很强，对，也很希望说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也是在传递的都是很正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你们那些小孩子就很容易都被一些就是可能一些没有正确的方向的时候，都会被一些言论误导。因为江湖传言有很多，但是呢，丽颖老师看着我，我都是希望你们。希望你们就是有一个自己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有正确方向、正确观念的人去带领你们。那我也是很放心的，因为我们所传达的东西，这样只要是一致的，就好了。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啊！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刷正能量。我们先算是这个洗脑。没有的事情，没有。只要觉得是好，只要是好的事情，给你们的好的东西，我都开心了。最起码跟你们，可能就是我唯一能做的吧。行，好，那我们谢谢丽颖，再次谢谢丽颖，谢谢丽颖，加油，加油，丽颖加油，加油，爱你。好，来，我们切蛋糕，让丽颖切蛋糕。啊，好，来，你第一道年菜，后面我来分。切两块，我们要给丽颖吃。还有你的，我要是怎么切？哎，随便你爱怎么切怎么说。这个是你最爱的草莓跟那个樱桃的。这边也有樱桃，谁打什么的了？没打呀，没有了，没有人打的。他们打，根本为什么总是有那种光的？那有个，我闪光灯关掉了，万一问题是？我们闪光灯没有，你闪光灯没有。这一刀切的，谁有幸运吃啊？我敢，来，赶紧有抽那个男生跟女生，要不要先切？人家吃一下，是这样。并给你站在你对面的我，那我就看见你傻啊！没事，把闪光灯关了啊！来，这一块拿那个，水平有限，只能没事，没有关系，颜色度都一样的，你们俩分一下。来，这一块你们女生别分一下。看我，都不要站开了，哎，那个桌子照片很难拍的。可以切大块，让他们分也行。剩下因为都是我切的，经我手他们不稀罕。终于光一点了，对，终于亮了。
你们要不会晕倒。对呀、啊，哎，你们签有没有到了？没到了吗？那个时候，有谁给你挡住了？对，哇，好吃吗？别抖，来喂一下。我知道你想喂了好久了，我也想。走了，别紧张，别紧张，别手抖，别紧张。哇。赶紧问他给丽颖看，赶紧我们分一下。来，谁来负责分一下？男生女生你们俩分一下啊。好，给你。那个，其他人先大合照拍好，好不好？其他人把那个拍照，其他人拍照。好，那是这里。哎呀，可以。